阿凯，你不觉得这里真的很棒吗？问你哦，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带我翘课的时候吗？你不是没翘过课吗？所以嘞，好啊，那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？走。在吃什么？炒玉米啊！我跟你讲，这家中午卖了，真的超好吃。那么好吃？一定要吗？嗯。好啦，认真的。对啊。明天，蔡成浩，你翘课翘上瘾哦！不要不要啊，反正你这次考差，我也帮不了你。好啦，那明天一样中午。好，再见。好啦，拜拜。啊。等待，我们。
都不断重复着等待，有人期待太阳升起后要开始新的一天，有人则害怕黑夜的到来。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蓝色的天就好像白云的点缀，眺望远方地平线，现在我只想在天上飞，太阳依偎绿叶伴随风中吹，好想永远能够停止在这个世界。我没有病吧？我说我没有病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但是你以后还是找别人陪你上学吧。为什么？找别人帮你订功课，找别人陪你吃晚餐。我没办法继续下去了。蔡尚文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只是想过个正常的生活。如果我爸妈知道，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。所以，就这样吧。我们不可能吗？反正你家很近，不要让我等太久。拜拜。我有点后悔，来不及跟你说。其实那天，我已经决定离开这个世界。半年前，我没有想过我妈，我唯一的家人就这么突然的离开，而你也这么突然的闯进我的世界。
真的很想活下去，但是失去你之后，我更不可能做得到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带我翘课的时候吗？你去很久，真的很久。对不起。这几天，我想了很多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很抱歉，如果我能早一点勇敢面对自己，勇敢面对你，这一切就会不一样了吧。谢谢你陪我走过那几天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但是，现在我该走。可以不要走。张家凯，你终究还是离开我了。我已经告诉自己，要把那些回忆好好收起来。所以，我得跟你说再见。